结型复制。在生产过程中，若生产的结型相似或差异不大时，可通过结型复制的方式快速进行新结型设定。一，点文件夹键进入档案页。二，点复制键。三，点选需要复制的结型名称，如选取结型一 SPJDH-8。四，点选一空白档案。五，输入新结型名称，如输入3245。六，再次点选该档案，即返回该结型的首页。七，可进入轨迹修正功能，查看该结型之插销轨迹。二，结型删除，可以把一些已经不再使用生产的结型删除。一，点文件夹键进入档案页。二，把需要的删除的结型在其左侧的四方框里点选打勾。三，点删除键，再跳出的对话框点确认键，确认删除。四，点结型进入结型首页。五，点文件夹进入结型档案页查看，因结型6已经被删除，所以必须进行更换结型后才能操作机台。